这是乌克兰的基辅最酷的一条街——加尼大道。女工加入政府就会派警车把这条街封起来，以供民众做各种不同的休闲娱乐。它就是圣地亚哥。你可以随便的练习，可以治愈骑脚踏车，驰骋在拥有8000年的宽阔大地上。这里有超酷的水烟，还有帅哥美女组合的服务生。形形色色的人和美食大街，游客们在这边悠闲着逛，热闹音乐在街角响起，吸引大街上的游客。这边还有街舞表演，帅哥溜着几排轮，美女姐妹花一边踩着电动车，一边看着手机。惬意享受假日的时光。帅哥在美女面前就是应该这样子，够了吧？果然是猛男。女孩在这里也可以很自在，即使躺在草地上，也可以享受阳光的洗礼。男女朋友可以在这里悠游的自拍。这条大街随时会有街头艺人演奏不同曲风的音乐，是谁演奏出美好浪漫的音乐？
竟然是这位小孩子。他们生活，一群少女在这里拍照打卡，身穿白裤的女孩，裤子上放着一张黄色的宣传单，那是宣扬基督教的传单。很简单的生活照，一群基督徒在散发着宣教传单。传教士及社工人员沿途散发宣传单，鼓励人们到他们教会场所一同参加主日崇拜。Hello, God loves you. Jesus died for you. And you. Have a good evening. God bless you. Jesus loves you. Jesus loves you. Yes, thank you. Jesus loves you too. Thank you.每一位社工人员都面带微笑， Hello, 笑脸迎人。信仰对乌克兰民众是非常的重要。